河朗御474尺的两房开放式厨房。入门呢有个玄关可以做一个鞋柜，转入嚟就有一个长形的厅，都好靓仔。又行前啲就有一个露台位啦，用透门嘅，个露台算阔嘅。转过嚟就一个厨房啦，开放式厨房，白色柜面其实好靓啊，同埋佢系混石面嘅墙啊，靓仔嘅，蒸焗炉都有。然后佢升盘真系好大，然后佢明火炉啦，然后蒸焗炉下面，呢个就系睡房，落地玻璃窗。呢度就系浴室，有窗噶 ，good 噶。呢度就主人房，都有个隔窗啦，然后有个工作平台。似呢种单位接完之后大概600多万，你觉得发展商有冇买贵到？欢迎留言话知。